43984455.9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款啊，希诺冰飘花的镯子，啊，比较小圈口的一款，然后镯子的话可以看得到啊，水头来说是比较细腻的啊，也比较干净，没什么杂质，尤其是这一边啊，基本上的话非常通透的一，然后的话这边的话飘的花色也是非常的不错啊，非常辣眼睛。然后从外观看的话啊，镯子的话整体完美度还是比较高的，没有发现那种明显的打的啊。这里的话会有一条啊，这里啊有一条小的纹裂啊，啊指甲的话也会有一些轻微抠感，但是它不是完全断裂的啊，内圈的话还好，没什么抠感啊。其他的话就基本上是这样子啊。我们上手看一下它的效果啊。上手之后，基本上。